那裁判注意一下有预赛，就是前六名的名单先出来。 注意一下，会有预赛跟决赛，说只要取六名。那选手注意一下，我们一样，接下来是七项的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二头肌，请开始。 正面后背肌，请开始。因为人数比较多，我会把每一个动作的时间停留久一点，让裁判有多一点的时间做选择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肌，请开始。 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二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五个动作，背面后背肌，请开始。 好，第六个动作，侧面三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七个动作，腹肌及臀肌，请开始。 先休息一下，裁判还在评分的当中，请选手不要放松。那我们等一下会直接把进入决赛的名单公布。
胜的处理当中，他等下会公布你们进入决赛的名单。上前一步哦，35号、41号、43号、45号、46号、48号、49号、50号。那不好意思，后面的选手，我们后台先休息一下。那前台的选手注意，我们一样七项的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二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正面后背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二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五个动作，背面后背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六个动作，侧面三头肌，请开始。第七个动作，腹肌及腿肌，请开始。好，接下来是一分钟的自选动作，请35号选手留在台上，我们其他的选手后台。